Hello， 大家好，今集我去到位于伦敦北面 Collingdale 一个提供亚洲美食的 food court Bang Bang Oriental Food Hall 新东方城。之前我有一集亦都介绍过，在这个 food court 入面有各种各样的东南亚中日韩美食，如果星期五六日去成日都逼爆的。但是今天我想介绍的是位于 Bang Bang 楼下的金龙轩 Golden Dragon， 它和伦敦唐人街的金龙轩是同一个集团。Golden Dragon 提供各式各样的粤式点心、晚饭小菜，而且它座位充足，可以容纳360人。在这里举办婚宴、摆酒、开 party 都很适合。影下金龙轩的餐牌给你们看啊。我们今次有叫这个西湖牛肉羹和酸辣汤。还有姜汁芥兰，它另外还有一个特色餐牌。我们今晚有很多道菜都是在这个餐牌上点的，烧味碟头饭、炒粉面、乌冬也都有。我们叫了这个豉油黄茶乌冬，我觉得这个炸软壳蟹很好吃，很松脆，而它的椒盐味也都不会太咸。还有我仔仔挚爱的酸辣汤，我们还叫了这一煲胡椒猪肚鸡煲，你可以选半只鸡或者一只鸡，这个是半只鸡的份量，18磅80，里面都很大煲和很足料，煲汤很多胡椒粉味，所以是辣辣地的，里面有很多嚿鸡和猪肚都挺足料啊。我们还叫了这个潮式蚝仔肉碎粥，一锅要14磅80，都挺抵食啊。我觉得它蚝的味不是那么重，这里的职员很窝心啊，当他知道是我的朋友生日，他们就为他送上这个芒果布甸，还有生日歌添。多谢你们收看，请你们按订阅、 subscribe， 给个 like 和 share 这条片啊。